石修仔仔陈宇森同前有线主播林佑慧结婚五年，今年六月宣布做人成功，预产期喺12月，现时怀胎8个月嘅太太身形仍相当纤瘦。呢日 Sam 就上载多张照片，见到佢同老婆撑台脚，当中林佑慧戴上套耳造型嘅头箍，又着上黑色吊带低胸嘅衣服，打扮非常性感。不过 Sam 冇为此炸型，反而喺贴文中写住唔敢相信8个月都系咁索，同埋庆祝佢一年入面最中意嘅季节。睇嚟连丈夫都难以相信林佑慧肚中有8个月大嘅小朋友，难怪唔少网民都称佢为最索孕妇。